出道六载，他历经沉浮，摆脱质疑，以精力为自我赋能，验证演员的可塑性，蜕变为自己的超级英雄。2023，他手执尖叫荣誉，再次闯入漩涡中心，领跑圈内话题，950次登榜微博热搜，引发两亿全站讨论，唤醒文娱市场活力，助力站内流量飞升。逐梦年华，他是天马行空的氛围担当，天地辽阔，化身平行时空的雄心少年，蝉联尖叫，众望所归。2023，爱奇艺尖叫之夜，尖叫男演员王鹤棣。尖叫男演员王鹤棣，请上台领取属于你的尖叫荣誉。王鹤棣在爱奇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角色，从东方青苍到萧铎，到我们之前今日一家一流里面的白马帅，大家都非常的喜欢。恭喜弟弟，此刻有什么想说的？首先我想说，爱奇艺对我来说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平台，要感谢爱奇艺给我机会让我成长，也陪伴我成长，见证我成长。要感谢苍兰诀、浮屠缘、今日一加油的所有的台前幕后的小伙伴。最后要感谢我的兄弟伙们，谢谢你们。最后一句 slogan， 脚踏实地，好好演戏，谢谢。恭喜我们的尖叫男演员王鹤棣。